心目中排行榜第一名的素颜霜，30秒轻松出门，拥有好气色。30秒，真的非常快，全真空设计的，挤出来的每一滴素颜霜都是没有经过污染。我觉得没有盖子这一点就很方便，超级方便。那它挤出来是淡淡的粉红色，快速的校正你的肤色，白皙的肌肤，或者是你比较健康的小麦色的都可以质地，不会太黏，不会太水，完全没有任何负担。肌肤真的从内而外散发自然的水润感，只要一点点，因为它的延展性跟流动性非常好，可以用画圈的方式，好快哦，很快，而且用手不用任何什么刷具，它还自带 SPF 50，四颗星的防晒。这么高，对，晒太阳你最怕就是晒出斑、斑晒红，晒久了脸会干，干了就会出现小细纹。里面添加了玻尿酸、角鲨烷，一边擦其实在保养。擦完脸之后，擦到脖子这边，会有脖子跟脸的色差，把它擦在你的锁骨上，所以会发亮。发亮，然后肩膀这里整个这样子亮亮的感觉，好亮哦！现在，就是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出门。它里面有钻石精粹，你的脸就是钻石一样会闪闪发光。比利时蒙特奖的素颜霜，所以品质各位都大可放心，试过很多次，太厉害了！它不会卡粉，也不会斑驳。小小的一瓶就一瓶抵多瓶，因为它有防晒、隔离、保湿、润色，开门出去就会有非常好气色。所以这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素颜霜。